还有云正，我们今天的那个路跑行程吧。OK， 走啊，好啊。大家好，这是美良教练。跑山，跑山，然后吴永正昨天来密我说，我最近就来练。我每天重量都会分上半身，可能胸二头一天这样，然后肩膀跟背一天，然后脚一天这样，然后第四天休息，第四天休息就跑山，跑步之类的投篮，对吧？文化场地都还是可以用，文化等下应该可以用，对吧？舞台没有了，没有，跑上去可能会四肢抽筋，很累吗？可能超累，不是很累，可能超累。等下找那个坡就知道到底是多累了。大概跑多久？大概跑30分钟，可是是很陡的30分钟。很陡的。对。到哪里了？快到了。啊啊！你用走了哦？哦，这么快哦？好，我们刚到哎，刚要到，待1分钟。好，那个那个斜坡那边集合哦。就是北体那边的，就那个斜坡啊，准备跑上去后山文化那里。好，快点哦，等你5分钟，跑过来。好，跑过来当热身，我等一下拉筋等你，拜拜。自己一个人跑山其实很干，练都自己一个人跑，我都会把人家找来跑。那你学弟觉得干烦好？他们有我只会找那些会想要练的，不会找那些看要练不练。你说哪个高中毕业？花莲。花莲。花莲。原住民。原住民的朋友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坐回。他不知道。我下车，我下车。快点啊！我还没跟你介绍。我在市政发的，不知道谁告诉我，为什么北体市政府？台大医院是怎样？干，你要去那边？有点坑哎，超坑的。干睡醒。干睡醒。还好，我跟你讲，我就习惯了。跑山的节奏，跑山的节奏。可以哦。可以哦，对，风雪风采，文化的，它是主角，主角，不是台湾来自来。他今天会不会晒伤啊？我在想会不会晒伤？没有，我昨天是突然就晒伤，被整个红起来，太阳太大，然后想说今天跑这个山。感觉都会爆掉，感觉会晒伤，而且又热，就还好。还好吧，今天起床是就在担心会不会下雨。吴风采，吴风采是射手啊。吴风采，他转型啊，3号。3号。23号。可以扣吗？19，那可以啊。可以。你现在老了。屁呀。老，跳不起来，看他的肚子。有啊，有肚子啊。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不要吧。最近放假。不要这样吧。注意力，上面那座山，文化大学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哎，要1/10啊！现在1/10。由于我那录影的关系，所以没有办法这样跟他们一起跑，是认真抖啊，最抖。死亡斜坡。刚刚往上面开一段路，他们可能要很久才会来。Yo，这边有鸟。来了来了，冲啊！还有多少？
快一半了，快一半了，快一半，快一半。车子有点多，蛮危险。清明节要扫墓吧，所以很多人来山上，应该是这样。这个大四毕业在跑山哦，我是啊，加油风采，快死掉了。哎，干嘛？没力了，休息了。要爆了，要爆了，加油！要 Q 一下 ，Q 一下 ，Q 一下，后面没车，还好。连续把夹弯，准备要连续把夹弯了，最后三个弯。还有一个法夹弯吗？对。Let's go。很快欸，这美丽多久？半个小时，大概半个小时不到吧，差不多死掉了，意志力变差了。我看你们跑蛮快的啊，走了一次不行，上次跑的是去年，是啊，对啊，休赛季自我加强一下。我来拍一下这个雪莉，睡了睡了，跑还好，半夜跑山的情况非常感好猛啊，打山猪了。很著名啊！他原本在跑山打单车，啊，人家走路我直接上去跑，可以折穿山越岭。他从到我们那边也有山嘛，都直接爬上去。但有路嘛，它是也是弯的，然后我要直接上去了。感觉著名。对。成就不要，成就接受。再见。好的，好，刚好。我们现在第八名，所以第四楼。他明年都会再往下一点。没，所以你们看名次的啊？对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们原本是在五楼，你知道吗？就后来我们打得比较好，第九变四楼。会，不一定，可能是一两年、两三年能换一次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之前林志杰他们是注意到，后来太吵了之后，就是赶上来。好，我们先洗澡，先放行李，洗个澡。休息一下，现在要洗个澡。去啊！哎，好像不在。巨乱。这是巨。我们宿舍算干净，你知道？你这间算干净的。确定是。算是蛮认真的啦，为了对。有规划。对，有规划。因为我今天有跟周总一起住，啊对哦，早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你看这，爸爸忙，因为收完旁边来送。哦，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太香了。少人，少人，赞赞赞！哎，这是什么汤？这是大骨汤，可它味道怎么那么浓？传说中，因为它那个下面是用大骨那个熬的。它加很多大蒜，什么香料的？应该蛮加蛮多的。超香的。4点快要打烊，所以那个下面有大骨的老板吃一下。现在要入味了。他对你们球员比较好一点吗？对运动员？他我教练，他认识我。对。没有太大的优惠，没有优惠的，运动也没有比较优惠。对，一碗95，然后还有骨汤。超实在的，好，我要开吃了。太瘦了，这样子不行。都已经吃完了。风采，风采，出去了。汤，吃不下，可是汤还是可以喝。我来喝一下。舅妈哥，哇。
射手，来，哇，射了射了，哇，我的，进了，耶、yeah。16分，十六分，半场，半场，十一分啦，会不会算错？半场得16，这这太干。哦。哇！三杯了。三杯了。三杯柳橙汁。强啊！你要去还是都来？谁来挑战？要倒。快快快快快！要快点。那刚睡吧。刚睡饱，刚睡醒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哎，你找的是精灵的，什么族的？泰鲁族。泰鲁。哎，起床了，要等你哎，走啊，走，走，快点啊！穿什么外套？走，穿什么外套？受寒呢？出发。Yeah。